刚刚你们的身体就很清楚的告诉你不在意啊。那辣拍的今天都不用上台可以吗？第一次上台开场舞的时候说看影带不会学，因为没有右左边。第二次有没有拿到分解的镜面版本？有没有？有。那为什么会练成这样？你的专业是什么？我这段话不是对歌唱组说的，歌唱组今天状况很好，那你可以坐下。谢谢老师。那其他人呢？你今天不要上台好不好？做的力道都没有，它是一个开场哎，最前面一开始的时候，一群人让人家觉得说哦，这是一群很棒的表演者，我想要看他们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。你对你们自己都不尊重的情况下，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在这边一直在真的排练？没有，你不到。好，记住现在自己的 ending， 所以我们有换了动作了，不要搞错。什么时候站，什么时候蹲，我们直接来一次哦。快点啊！老师，谢谢。